温馨的家，哈兹卡西。哎、欸，你知道这只叫什么吗？它叫烟花、欸。什么？放屁、哦！真的啦，真的啦。为什么？它叫烟花屁啦。我把它铐起来。真的？你看，你看它的解释，还是你的解释跟我不一样？你丢出来我看看。啊。我看一下你的解释跟我一不一样。它是什么？农夫贪吃狸猫毛绒玩具，迫不及待想和你吃各种美味作物的贪吃狸猫绒毛玩具。好吧，哇，你的肌，你的啊，不好意思，哎、欸，你什么意思？不是按错了，按错，什么意思？拆家、啊？什么意思？按错了，你看我的，我截图给你看。哎、欸，你要吸走了，你吸力怎么强啊？可能是我的东西，所以它吸得特别特别大。好，你截图给我看啊！你那个简体中文的翻译会比较那个。你看，烟花龙，迫不及待想和你一起种植各种美味作物的烟花龙毛玩具。烟花。他明明叫农夫浣熊毛绒玩具，然后下面讲烟花，到底是啥？章鱼毛绒玩具要8888，好贵哦！那可以把我们家里那个烟花毛绒玩具卖掉吗？可以把烟花卖掉，是烟花毛绒玩具。哦，为什么我们家里那只才100块而已？可怜呐、啊！烟花卖掉，可怜呐、啊！我把烟花卖掉，卖了，无价品，不准卖，不可以卖，拒绝。卖了我会跑，我不要烟花了。卖了我会回来。卖了我会回来。再卖一次，再回来。我赶紧淡掉。我赶紧淡掉。淡掉了。淡掉了。我冇，我冇爱呀，我肯定谢谢，赶紧淡掉。淡掉。嘿嘿，统治世界。